大家好，我是陈绮仁。是在例行会上一起笑哦，笑位朋友。我现在我已经累了，无法再回头，没有目标的翅膀。我试着飞越了山川，温度却伤身体，再次感到很沮丧。我试着飞越那山川，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。我微笑不是假装，我追只因为渴望，我奋不顾身奔向每道阳光。我跌倒是一种成长，我哭是一种释放，我存在不是假象，不怪我倔强。一起唱，昂首飞翔。耶，请掌声。以为我已经累了，无法再回头，没有目标的翅膀。再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了把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。为别人看我不是不狂，昂首飞翔。